你好，我是小南阿姨介绍过来的。你好。请问你找对象有什么要求吗？我呀。嗯。帅不帅，有没有钱都不重要。那什么重要？重要的是不能有口气。啊？那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平时啊，女生喜欢吃辣的，吃火锅，男生喜欢抽烟喝酒熬夜，难免会有各种情况，特别是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啊，靠近的时候啊，会特别的尴尬，这些其实跟大家都息息相关，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乱用牙膏。这一款云南白药的牙膏非常适合大家，首先它是上市企业，品质放心，它添加了益生菌 CPT，靠近另外一半的时候啊，会更加的自信。可以加个私信吗？这一次一哥联手云南白药，全新机制，到手8支100克以上的牙膏，再加4支软毛牙刷，再加洗漱3件套，再加2个环保袋，只为让你感受到我的诚意。点击直播进来吧。